今天我就不回。哎呦我的妈！找我干什么？不是你家的活干完了吗？你就出来。有什么活要我干？衣服给洗了，那晚上那衣服就跑出来了，管我啥？那我中午你睡觉，我出来钓回鱼，那有毛病吗？你一天到晚在家，衣服我洗，饭我做，孩子我带，还要我干什么？你咋了？啊？你在我弟弟哈？你看有几个像你这样的？啊？就来钓鱼几级，钓鱼几级？啊？我钓一回怎么了？你给我回家。不回。回家，我干活去。走，你那家里面找的，你都不想收拾一下。我走，回家。走。你别笑。我不回。不回。啊，作业转一下。滚！到两个人你不回。啊！我好不容易钓两条鱼，你什么意思你啊？要那鱼了吗？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？等我呢吗？你那破干了。母老虎，母老虎，你给我滚！母老虎，你怎么就有点过分了呀？啊，你回呀？不回，到底是谁过分？我就不回，今天我就不回。不回！哎呦我的妈！你的，叫他啊！你的，不要了，你的不要了，我走回家。不回，不回，能咋的？你不要跟我动手，我跟你讲啊！我就动手了，能咋的？你是不是个男人啊？我动手了，能咋的？哎呀！回家，你脸是啥都不干啊！你一钓鱼就急急的，说回家。放开！快点，我不放，跟着我回家，啥事没有？我的头！到底是有毛病？到底是有毛病？跟你脸了个的，你跟谁脸了啊？滚！你站起来！有人！我回家，回不回家？啊！救命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